今天我要花掉10块买一个奥特曼兄弟饼干，带回家烤着吃。买了饼干以后还剩5块，就买一个咖啡果冻奶茶，这样营养更加丰富。把钱付完了以后，我再去拿个快递啊。快递就在这里啊。今天东西比较多，所以我要开拖拉机回家啊。到家了啊，可以烧烤了。先打开奥特曼饼干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里面好像有一个迪迦奥特曼，这块应该是饼干，还有一个泰罗奥特曼卡片，看起来没什么用啊。这是迪迦吗？最后把果冻和咖啡都倒进杯子里，这样就可以高端的食材了。起锅烧油，开始高端的食材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果冻奶茶和奥特曼饼干都烧烤好了，可以吃了。我先拿一个给老表试试一下，老表吃不吃？狗不吃啊。老六吃不吃？老六吃了，老六吃了，说明可以吃啊。味道好极了。吃完以后看一下平台发的什么礼品，里面有帽子、围巾还有手套，我刚看过了，现在我把它试穿一下。老铁们，我不行啊，我穿的不好看，不行，还是我老妈穿的好看一点啊，我真的不行。